他凭什么出专辑？特别放到马路上，让人家跟你冥婚。拜拜拜拜先不要。现在心情就是很想睡觉，因为昨天都没睡觉，就睡不着，一躺在床上就就在想 solo， 睡不着了，太兴奋了。对啊，感觉是很投入，很enjoy在里面。就是就是我就是很喜欢跳舞，我觉得那个就是找回我原本以前那个自来水厂舞蹈大赛亚军的那个初心，对，而且是亚军，亚军还敢拿出来讲，我不会笑，翻白眼那种，那我就笑得很开心，这样也是落差感这样，对，要胜不要，要胜不要，好看 ，OK。好看 ，Nice， 可以。想到不是都贵啊？对，因为没有我的事情。哦，那我们在这边啊，别，是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叫地板动作吗？没有，那个排舞很累，是90年代那个是要很累啊，不要说。有酬劳吧今天？我今天还买了两罐饮料，也算在你账上。没问题，没问题。没酬劳？有。是这个 MV 斥资，你会不会包红包给我吧？斥资千万。你们两位就拿了800多，斥资可以再讲一下，斥资一笔，斥资千万，斥资。总之你包多少红包给我？等一下，我后面你现在讲，后面现在讲，对，你这样抽出来这不好看，真的拿出来给我，屏住下聊聊，不要，我可不可以放到马路上让人家跟你冥婚？里面是得厚的，纸钱啊，不，就是蓝色，是玩大风的那种吗？蓝色。是蓝色，你说把我们当成没付过钱啊？不是啊，你们就讲的好像我蓝完全没有付钱啊，对不对？蓝，愿意自己花钱然后做这么冒险的事，我觉得真的是要被付出一些。不是，先不要，越说越真心啊，越骂越明确。你稍微祝福我一下，或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我觉得陈汉典的 EP 就是先不要出就好了。好。那 S 姐，我觉得大家先不要买。然后 MV 也不要，先不要看。大家你们先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一定要不要，先不要。谢谢。